刚刚做完空腹有氧运动，在我做有氧运动之前呢，我吃了四粒的 BCAA。今天是周一，距离比赛还有五天。等一下我们要去上课，很快就要上课了，所以要赶快把第一餐吃了。那第一餐呢，我们有鸡胸肉，然后这里有果仁，这是多种维生素，这两个是补钙的，还有补维他命 D3 的。吃第一餐的同时呢，我们会喝这个苹果醋。我们刚刚下课，现在来吃第二餐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因为晚上还有课。吃完这一餐以后，我们就去健身房。6 ounces 的鸡胸，然后还有2块米饼，外加一些果仁。我昨天研究出来一个很好吃的方法，就是你把米饼弄烂，就像这样。然后和果仁混在一起，然后我们尝一下，这里面有果仁也有米饼。哎哎，一点都不要浪费，因为这个碳水很珍惜。我们现在尝一下，吃起来就像爆米花一样，它这个杏仁它是甜的，然后加上米饼很脆，很好吃。刚刚不小心睡着了，睡了20分钟。那现在我们开始直接来健身房，练胸。然后在这练之前，我喝了半杯的咖啡。今天训练是每个动作我们做5组，一组热身组就是15次，做15次；一组正常组就是做10次，然后一组8次，一组8次。还有一组是 burn out set， 就是，燃烧你的身体内的糖原，那一组就是25次，然后总共就是5组。然后现在来吃第三餐，等一下我们6点到9点晚上有课，所以说现在要尽可能的把这餐吃完。豆芽菜还有鸡胸，然后这里是果仁还有米饼，
那一样，我们把它捏碎，焦糖爆米花一样，超好吃。米饼还有杏仁，它杏仁是甜的，米饼是脆的。现在是9点钟，我们刚刚下课，来看一下我们第午餐吃什么，鸡胸和豆芽菜还有果仁。现在是12点钟，我们吃我们最后一餐。那我们有蛋白，这个蛋白是煎的，没有用油煎的，然后加了一点墨西哥西红柿酱，然后一些果仁，同时呢我会喝我的苹果醋。然后我现在在编辑昨天的视频，然后准备给大家放在网上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胸肌训练。那明天我们会练背肌，希望大家做好准备，明天见。